我们这一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函数的一个创建。首先，我们看在 MySQL 当中，它实际上是内置了函数。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MySQL 的一个参考手册，会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个函数和操作符。这里面函数的一个调用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有一个函数的一个名字，通过函数的名字传一个参数进来，传这个参数进来之后，那么它会经过这个函数的一个处理，然后返回给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值。那么这里面这个函数的话，它实际上是要分几类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字符串函数。这字符串函数里面，它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种，比如 concat 函数呢，它是把两个或者说是多个字符串连接在一块，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值。当然，这里面 concat 函数它有一个特点，如果说你的一个函数参数里面它有一个是空值的话，那么其运算结果也是为一个空值。啊，这是一个字符串函数，当然还有其他的函数，比如我们这个加密函数这里面，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加密，还有什么信息函数之类的。那么这是由 MySQL 给我们提供的一种函数。很多时候呢，除了这个 MySQL 给我们提供的一种函数之外，比如我们的一些聚合函数，那么实际上也是由 MySQL 给我们提供的。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自己去定义一些函数。比如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自定义函数。自定义函数的话，首先它会要求你必须具备我这一个创建这个自定义函数的一个功能。那么要创建这个自定义函数的功能，我们首先要查看我现在是否具有这样的一个创建函数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 DOS 环境下面来。当然，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数据库。那么选择 companies 这个数据库，选择 companies 数据库之后，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查看一下关于我们这一个 MySQL 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创建的一个功能是否已经开启。我们可以 show variables like， 因为这一个开启的这个变量是比较长的，所以说我们可以采用模糊查询，因为它中间是 fun， 那我们可以采用模糊查询去看一下现在这一个创建函数的这一功能是关掉的。那么关掉之后，我需要去给它开启。当这开启的话，我们最好呢是采用的是一个全局变量啊，全局，采用全局，然后我们把这个 login， 我们输一下，然后 creators， 那么它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值是一。依旧表示是开启，我们可以运行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么现在这一个函数的一个创建呢，它实际上这一个功能呢是给我们开好了。开好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编写函数。编写函数它这个语法，所有的函数都会有一个返回值，如果没有一个返回值的话，那么这一个函数创建是不能够成功的。因为我们在执行一个函数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把一个参数传进去，那么通过这个参数去运算之后，那么得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值。这一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函数。那我们看这个函数创建它这个语法，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存储过程，只是在这里面它有一个变量一、变量二之后，那么有一个 returns， 这里面关键字是 returns， 有一个 s 不是 return。然后这里面每个函数它都有一个返回的一个数据类型。你到底反的是一个 int 类型，还是一个 vchar 类型，还是其他的类型，那么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类型。在整个程序体里面，我们这里面可以称之为函数的一个执行体。函数的一个执行体里面，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return， 在我们整个函数当中啊，它都会有一个返回值的。那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函数，我们求两个数值之和。当我们在创建这个函数之前呢，因为这个 begin end 中间它可能会出现多个分号，那么我们为了让这个分号不是成为它的一个结束标记，我们把它的一个结束标记给它改一下，给它改成我们的 dollar 符号。然后我们现在创建一个函数 ，right 方形，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这个方形，我们可以给它叫 fit add，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是 number a， 比如说 a 它这个 int 类型。b 它是一个 int 类型，然后这个函数它返回的是一个 returns 的话它就是一个 int 类型，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程序执行体 begin，
begin 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就是返回 return a 加 b， 然后我们这个 end， 然后 dollar 结束。这里面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首先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a 一个是 b， 都是一个整形的一个参数，然后这个函数它的一个结果是返回的是一个 int 类型，执行的一个题里面就是 return a 加 b， 就是因为这里面它是一个 int 类型，所以说你在这里面 return 返回这个类型呢，一定要和这个 returns 里面这个类型一定要是匹配的啊。执行完之后，那我们就加上一个 end 分号，然后 dollar 分号，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刚才把我们的一个分隔符给它替换成分号。那么现在我们去运行一下，比如我们运行一个 fun add， 我们传两个参数进来，我们传两个3和4进来，现在它这个结果值就是一个7，就是这一个函数去求的是两个数的和，那么这里两个数的和结果就是一个7，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函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函数，然后 shell create， 然后我们翻个新，刚才是创建是 fun add， 这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我们可以通过 shell create 去查看我们刚才创建这个函数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个代码。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删除这个函数，删除这个函数的话，它实际上是和我们的一个删除我们的一个存储过程的一个语法是一样的，只是把 procedure 改成 function， 然后我们这面 drop function， 这面 function 我们可以叫 p， 我们如果说是存在的话，存在这个函数我们就给它删掉，我们这个函数叫 fun add， 然后我们再查询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现在我们在看这个函数的时候，它都已经提示我们这个函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刚才已经把这个函数给它删掉了。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函数的一个操作。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函数操作。这个复杂这个函数操作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 DC， 就是 for 这张表。在这张表里面我们有三个字段，一个是 userid， 一个是 username， 还有一个 userpwd， 这一个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保留的是一个用户信息表。那么这个用户信息表呢，通常情况下都是我们在登录的时候那么会检查它的一个用户名和用户密码。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是一个用户的一个登录的一个函数 create function。 当我们在创建之前呢，我们把我们的分隔符给改一下，delimiter 改成 dollar 符号，然后再创建一个函数，翻个新。这个函数呢，我们就 fun 就叫 login。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让用户输入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user name， 那这个我们可以叫 uname， 然后它这个 vchar 类型20，然后再让它输一个 upwd。它也是一个 vchar 类型，然后 returns 这里面我们返回的，我们也给它返回一个 vchar， 也返回一个 begin。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操作的是，我们就要考虑到用户它的一个输入，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定一个变量 dstr，然后是 at dcre， 我们定一个变量 low result， 然后它这个 int 类型我们给它这样去定一下 default， 然后它是默认为0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首先我们就要考虑到 select， 我们来做一个查询 select 我们的一个into low， 或者说我们就等于 low， 或者说我们count新 from 我们的这张表，就是 useInfo 这张表里面，我们就给它赋值吧，
into 啊 into 到我们的 low result 结果里面来 run 我们的一个 use info 这张表里面 the where 然后是 user name 等于这个 uname 这里面我们首先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如果说我们在这里面判断 if low result 它如果结果还是等于零的话，那么就说明 return 我们就返回一段代码，User name not exist， 这里面我们就输出一段代码，输出的代码就是用户名不存在，然后 end if。 好，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操作， select count 新 into， 然后我们再是给它 low result run user info， 然后 where user name 等于 uname and 我们的一个 user pwd 等于 upwd， 这里面我们再做一个判定， if low result 如果还是等于0的话，那么就说明 rate 我们的一个User pwd input error 就是用户名输入错误， else 的话我们这里面就做一个操作 return login ok 哈，这里面就说明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成功，然后我们就让它输入成功。好，这里面我们来阐述一下，我们把这个先给它执行一下。这里面我们就先做一个 user name， 我们就先检查这个用户名。如果说这个用户名它是存在的，那么它肯定就会查询得到这个数据记录。这个数据记录肯定就是大于零的。大于零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用户名是存在。如果等于零的话，也就说你这个用户名它没有在你的数据库当中有记录，那么很显然就是这个用户名它是不存在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你输入用户名和用户密码，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个判断，如果说是等于零的话，那就说明你的一个用户密码是输入错误的。那么用户密码输入错误的话，我们就会提示你 user pwd input error， 否则的话我们就返回的是一个 OK。 然后把这个先给它转一下 delimiter 改成分号。咱们先看我们这个 user info 里面的这个字段有 admin 123，那我们来看一下 select，我们先用一个 fun login， 这里面就是 admin 123，这里面就会显示出 login OK。 那如果我把它改一下，改成156，那么它就会提示你 user pw input error， 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密码输入错误。那如果说我现在输入 A1 这是一个用户名不存在的，那我们现在再改一下 A1， 然后改成一个123，那么它就会提示你这个用户名它是不存在的。那么这是我们通过一个函数去实现一个用户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检查。好，总结下我们这讲的一个小结，我们这一讲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我们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创建。实际上这个函数这个创建呢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存储过程，那么它和存储过程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每一个函数呢必须是有一个返回值的，还有我们的一个参数一个定义。这里面的话这个函数它的一个创建的话是必须有一个 return 式的，在执行这个代码体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个 return 作为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返回，这个数据返回呢那么是和数据类型也是一样的。另外就是这个函数的这个管理，它实际上是和我们的存储过程一样的，你只需要把这个存储过程的 procedure 改成方形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